大家好，一百多年前啊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前的那一幕呢，现在正在中国上演。由于这个加拿大政府啊，可能会引渡孟晚舟，所以呢，对他以前控制的这个加拿大的人质啊，这个叫个麦克的商人呢，给他定了一个为境外刺探、非法提取国家机密案呢，这个一审的罪名成立，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没收个人财产五万元，并驱逐出境。 给了这样一个判决，这个麦克尔呢是一个商人，但是我觉得他也跟中共政府呢可能也有一些联系吧，所以呢就是说呀，给他定了一个间谍罪，就把他给抓起来了，然后呢这一直扣扣了这么两年多了呀，然后现在呢这个孟晚舟案呢，看来加拿大政府呢可能将会把他引渡到美国，所以呢中国呢就把这个人呢就判了。 并且还有一个附加形式，把他驱逐出境。我想呢，肯定是他服刑完以后啊，将这个迈克尔驱逐出境。另外呢，他同时呢还扣了一个康明凯，这个也是加拿大的公民，那个还没有判。现在呢，先判了一个迈克尔的，让你这个加拿大政府呀，看怎么办，放不放孟晚舟？如果你不放呢，我继续判这个康明凯。 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高度的关注，而且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。现在呢，有二十五个国家五十名驻华的外交官呢，在这个判决宣布后呢，齐聚北京的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声援迈克尔。这个就是说呀，这些外交官呢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抗议吧。二十五个国家五十名外交官啊，一个国家来了两个。 掰着指头数一数嘛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就是那么多嘛，能来二十五个，我估计发达国家差不多都来了吧。另外加上这几天这个立陶宛跟这个台湾要建交这个事情啊，也是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。那么从这种局势来看呢，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呢要跟中共呀、啊、划清界限，这个看来是挡不住了，这是肯定的，而且会很快。 另外，现在这个二十五国提出抗议啊，像不像清朝末年的十几个国家的公使呀，向这个清政府提出抗议？我觉得这一幕是在重演。那么当时这个清政府呀，动用这个义和团来抵制洋人，实际就是发动的一种民粹嘛，跟现在的情况实际是近似的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百多年呀，这个中国人并没有长进。我们归根到底说，当年这个八国联军是怎么回事？ 就是当时的清政府呀、啊，不遵守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，你又想拿到别人的好东西，你又不按规则来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。他为什么在反复的跟这个西方国家签条约，而且是反复的赔款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看他的根源是啥，就是他每次要、啊、签了这个条约呢，不按这个规则来，最后呢遭到各国的反对，才会起了纠纷嘛。就是根源就在这，要不然你就不要签这个条约。 对不对？你就跟人家死磕，要不然呢，你就签了条约呢，你就遵守这个条约。结果你成那个什么呢？滚刀肉。别的这个枪炮来了呢，你就签条约；然后自己情况好一点呢，哪一帮政治势力一上台呢，你又开始毁约。清朝当时就是玩的这一套嘛。这个最终呢，就是使你跟这个世界呀隔离开。 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那么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的，你就想在这个国际社会里头呢，去彰显自己的实力，去取得利益，然后呢，你又不想遵守这些规则，那么现在的这个结果呢是必然的。这个世界上啊，从古到今呢，几个文明都在发展。这个我觉得，西方文化呢跟这个中国文化最大的差别在哪呢？就是西方文化呢发展出了一种契约精神，就是大家要干什么事情呢，我们要讲究一个规则。 在这个规则下去搞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说大的，就说体育吧。所有的现代体育都是西方人把它发扬光大的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是制定了规则。反观中国呢是啥呢？就是把这个文化呢发展成了一种谋略。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些典籍，对不对？就拿大家都熟悉的这个《三国演义》来说，哪个不是谋略？说谁都是心生一计，就是总是想拿这种计谋。 哎呀，说穿了，这个计谋就是背信弃义嘛，就是去骗人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把这个文化呢当做了一个精髓发扬光大。实际到现在，中国的外交思想还不是那种谋略篇嘛？一说都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会，那么研究的思想是啥嘛？那么这个国际交往中，你按规则办不就完了吗？你讲什么？你的思想就是你的谋略嘛。而且现在中国也是挑明了说，这就是大国谋略。你谋略什么呢？ 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互联网下，这个世界都是趋于大同，这个信息都是及时沟通的。那么你在这种前提下，你不尊重规则，你还讲你那种谋略，那么你怎么能立于世界之林呢？所以今天啊，出现这二十五国五十位大使公开的向中共提出抗议，那么这只是开始，只是表明了别人一个姿态。那么这个事情如果再往后发展，会不会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呢？ 对不对？包括这个疫情追责呀，很快美国让这个中情局提供情报的日期也到了。那么那个答案出来以后，会不会有别的结果呢？这个实际都是有想象力的。那么你也不想想，万一中国跟这个世界决裂了，那就是两种结果嘛。一种是冷战，就彻底把你隔离，再把你打回四十年前嘛。如果大家喜欢过那个日子，你觉得这个中国人自己搞自己的，一切都用自己的，呃，那也挺好的，自力更生。 自力更生的去建设你的共产主义，你也不要去折腾这个全世界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发展的模式吧。你只要是心甘情愿的跟世界去隔离，我觉得可能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可能就是超出冷战了，呀，就是在你这种不断的挑衅下，可能就会发生到热战。那么将会是什么结果呢？会不会比当年的清朝更惨呢？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想吧。 那么今天呢，我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呀，跟大家这样来聊一下啊。我们再观察这个事情的发展吧。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。